划行程。今天的是好循环单曲循环还是随机播放？哎，单曲循环啊，并随机播放。如果是喜欢的歌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单曲循环。非常难过或者生气的事，你会好几天都一直想着呢，睡觉就忘了。A 好几天一直想 ，B 睡觉就忘了。A 好几天一直想着。吃饭的时候，最喜欢的菜你会第一口先吃还是留到最后 ？A 留到最后 ，B 第一口先吃。我当然是 B 第一口先吃。为什么好吃的东西一般留到最后就没了？绝对是 A 倍速播放，最近时间紧迫，只能倍速看。每次别人看我看电视剧的时候，哦，这在看什么？对于你还没有看过但是想去看的电影，网上的剧透一个完全不看还是看看也无妨。A 完全不看 ，B 看看也无妨。必须得是 A 完全不看，我看了就是觉得哦，这部电影我知道它发生啥了，我就不感兴趣了，所以对电影保持一个非常期待感，就选择不看。和朋友的聚会还有三分钟就要迟到了，你会选择快点加入团队去，还是先发？我选 A， 但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快马加鞭赶过去的途中发微信提前告知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会刻意来找甜食吃吗 ？A 不会 ，B 会。B 会。聊天中收到长语音，你喜欢直接点开听，还是语音转文字 ？A 直接点开听 ，B 语音转文字。绝对是选 B， 这个是我亲身经历的，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一看到发过来50多秒的。我的有时候选择滑过去。对待生活，你觉得自己是追求仪式感还是注重实际 ？A. 追求仪式感 ，B. 注重实际。我觉得我是一个追求仪式感的人，对，但是同样也注重实际啊。但如果让我选的话，我选 A。我很想知道我是多少分啊？现在多少分？18分。18分啊？那我是什么呢？我是哦，特立独行，一口惊艳的酸甜美美百香果酒。他说你是一个个性突出、遇事果断且有自己主见的人，你在人群当中的存在感极强，全身上下散发的气场让你身边的人都有安全感。就像这美美百香果酒，酸甜的味道让你一口就惊艳。我觉得你是一个